拍马打水。我啊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请问你有谁？我姓潘，叫潘君。你呢？我姓柯，叫柯，叫王。认识你很高兴。认识你我也很高兴。可以进来吗？请进。啊！嘉文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你呢？哦，我不好，我很忙。什么？你学习吗？哦，我学习英语，我是语言学院的学生。我也是语言学院的学生。我学习很牛，潘军，你是哪国人？哦，我是中国人。你呢？我是加拿大人。这是你家庭吗？哦，是的，这是我爸爸、我妈妈、我弟弟。你妈妈、爸爸、弟弟好吗？他们都很好。潘军，你好。柯嘉文，你好，请坐。谢谢。你要喝咖啡吗？不喝。你要喝什么？我要喝可乐。好，我们都喝可乐。